看一下这一个未来嘻哈巨星礼包，哇！我的携带专用车出现了，购买1650扣影，买起来，可以哦。哎，那我忘记跑吧。啊，完了。忘记了，还好救回了。欸，鞋子好滑哦，可是感觉很快。欸，可以耶，这手感还蛮强的。让你看看十级的尾流如何。啊靠，鞋子太长了。对抗也可以，甩！哇，这鞋子好猛啊！我靠！啊，没满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虽然鞋子长了一点，但是蛮好贴的、啊。漂移是怎么、啊？是不是感觉越道具的车越快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越觉怎么不是那个？好像没有他强的感觉。鞋子长了一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感觉这台车不慢呢、欸，好扯哦。哎，欸，鞋子好滑哦！啊，这张才发现到鞋子真的很滑哎、欸。甩那个弯啊！我去，哎、欸，没满。这个弯是内甩内吗？哎、欸，我气了！第一圈认路。第一圈一律都是认路，差不多可以携带了吧？有了哈，携带，轻是携带。哦，终于逮到机会可以玩携带了。他已经不知道主播开这台车是为了什么了。哦吼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这米是位移吗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换牌！哎，啊啊！配错了，忘记了，不用甩了一下。真的好滑哦！哎呀，不知道我尾流点死，跑后面干嘛？还不跑这边搞一下人？哎，这边的气量量够吗？好，不够，要再多补，对不对？爆了，完蛋 ，BBQ 了！我想看要怎么补掉这个弯。
这什么甩？天哪，天哪，太久没跑了，还好过来了。<笑>我现在对那个跳台有点陌生。我知道在哪搞他们。这里这么大，嗯，有没有？我的鞋子很容易滑了。哎，他怎么没有来？ 变溜冰鞋了，我也觉得溜起来溜冰鞋。他怎么没吸到？ 我是尾流死的男人哦！哎哎哎！哎，这样没买了，可恶，打不下。 爆了！正想说这一段直线最关键的地方不是谁在第一名，而是谁的气比较多。再归一下。 哦，还好那个双甩很快，还好，没事，最后收工了。